人体大约有206块骨头组成人体支架，分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三大部分。各个骨端靠软骨韧带和关节连接起来。人们为了健康的活动，就必须保持各个关节的健全灵活。 你的丈夫今天晚上不能光临，那瓶 XO 才喝了2杯。他就是瞎忙，今天晚上就去做项目介绍了。现在要拉点赞助也不容易。下回吧，我在贵宾楼订一个，我要好好的宴请你们二位。谢谢您。陈总啊，您的电话。对不起。Johnson speaking. Oh, I know about it. Please contact Mr. Taylor at the branch company New York about business. Okay, goodbye. 陈总，这是国外来的。纽约的电话。在这个忙忙碌碌的世界上，情谊两个字就非常珍贵。至于金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它不行。可是多了。 也会横生不少麻烦和是非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 CRT 项目，也就是研究人工关节的最新发展技术，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被列为了本市的重点科研项目。当然，由于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有限，所以恳请在座的各位朋友能够给予我们医疗事业以热心的支持和帮助。 谢谢。你很聪明又能干，真是难能可贵啊。刚才我看你从司机手里接过方向盘开车，简直像个驾车老手啊。那还不是陈总您多次提醒我才去学开车的，刚考完驾驶执照，皮开了车，这不就发痒？我有个提议，不知道康太太是否愿意接受？ 我们汇丰集团准备在北京设办事处，我想聘请康太太做特别助理，啊？这是缘分。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当好您的特别助理。哎，其实啊，你只需要挂个名啊，处理一下传真文件，陪同参加个宴会，可以了。 不会妨碍你继续留在歌舞团做一个出色的舞蹈家。
嗨，什么舞蹈家呀？现在民族舞不景气，都落到替港台歌星伴舞的境地了。这只是暂时现象。一个国家的高雅艺术如果得不到发展，经济再繁荣，也必然是畸形的。是。所以呢，我要求总公司的全体雇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哦，陈总，能结识您这样重视文化的企业家，我真是太荣幸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说您今天晚上更加漂亮动人了。陈总，您过奖了。哎，漂亮，这是女人的财富啊。啊，好，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来，陈总。啊，陈总，您坐啊。好，对。建敏，建敏，你还磨蹭什么呢？快点啊，人家陈总来了半天了。对，来了。哎呀，陈总啊，康大夫啊，你很忙啊。请坐。你问问他忙什么？又看参考消息。陈总，我就讨厌他这磨蹭劲儿，每天晚上回来上厕所吧，一坐就是45分钟，非得把参考消息全看完，对不对？白天工作没时间嘛，再说这生活习惯各有一号。哎，就说你买皮鞋，陈总啊，哎，都快开张卖店了，真正穿时候呢没有，这还得去买，你说是不是？是，脚上无鞋穷半截嘛，特别是女人，对吧，陈总？是，我没说别的，我说听你们两个打嘴仗啊。都是有滋有味儿啊！我跟我太太闹你别扭了呀，总共加起来不超过5句话。啊，对了，咱们一起来做一个现在西方非常流行的心理测验，怎么样？心理？好啊，好啊。假定你们两个人在街上走路啊，突然一阵狂风暴雨，而路边呢，恰好停着一辆小汽车。这个时候你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啊？啊？康大夫，您说，您先说。嗯，我说了。好，那我就一直朝前走。啊，那可是狂风暴雨啊！哎、我情愿被大雨淋着，当然我这个人呢，喜欢在雨里行走。啊，哎，康太太您呢？我就开上小汽车，避开暴风雨，尽快赶到目的地。哦，陈总，有意思。两种不同的选择。恕我直言，康大夫啊比较传统本分啊，喜欢淋雨嘛，这说明内心深处有一股浪漫情调啊。康太太呢是一个现代女性，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做事情啊总有那么一股劲儿，我说的对不对？哎，陈总，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呢在个性上的差异。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呢、啊、就是有那么股劲儿，他要想干什么你拦也拦不住。你就说这几个月他在驾校学开车吧，每天是疯疯癫癫的，回到家里什么挂档啊离合，这挺好的一条子让他揉得稀烂。你说咱们也买不起车，学哪门子开车呀？再说了，一个工薪阶层还是要买汽车呀？我这老婆他就异想天开。你呀、啊、你那叫目光短浅。我目一个现代人必须要会开车，会说外语，还要会用电脑，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三个必备要素嘛。陈总您喝茶啊。好，好，谢谢。先学会了开汽车，迟早都有好处。你说这都哪学的这套理论？谁像你呀、啊、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骑了18年了，还整天擦呀擦的，跟小命似的心疼。哎，那我问你，谈恋爱我驮你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呀？啊，现在不还得指着他去送女儿上幼儿园吗？我跟你讲，这辆永久牌那可是劳苦功高。好好好，你就骑你的永久牌自行车吧。总有一天我要开着汽车去上班，开着汽车去度假，我还要开着汽车在纽约曼哈顿兜风。还想去哪儿？怎么着，我一个中国妇女就不能开着汽车周游世界？能，我看你还能上月球呢。你说越说越悬了，跟你讲啊，你这个想法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知道吗？小汽车进入家庭，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懂吗？陈总，嗯，你说你说他这不好说，不好说呀。是吧，你看陈总都说不好说嘛。一个是理想，
一个是现实，总归会有矛盾。就是啊，理想中。要是新加坡再举行家庭辩论会，我一定邀请二位参加，怎么样？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依我看呢、啊、要说现实啊，最现实的是我这条腿啊、哦、明天要做手术了。好好好，来来，陈总您坐这儿。好好好好、哎、这个是啊，拍一下。耶、啊、没什么，咱不好你说啊。你手太重了。不是，当天就埋在这儿了，情况正常，只是埋的时间久了点。不过在剥离肌肉和神经组织方面可能会遇到点麻烦，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手术后可能会出现阵发性疼痛。哦，我有思想准备。弹片已经埋藏八年了。哎，陈总，这弹片是怎么回事？一言难尽呢。以后再说吧啊！我这条腿啊，一到阴雨天就酸痛。其实啊，国外也有骨科专家，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专家，更相信康太太的推荐，所以我专程来北京，请康大夫给我指导。陈总，这你放心，我先生的医术那是绝对没问题的，他的断肢再植技术在国际上都是得到公认的。康太太啊，这次不但不跟老公争论，反倒夸奖老公是一流的了啊。我这是实事求是嘛，人家的理想是要当京都第一刀呢。别听他瞎说了。陈总，嗯，你这个手术属于普通手术啊，不过这在我一生当中啊也算是件大事啊。那倒是，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所以呢，我准备一点礼物聊表心意，请康大夫一定要收下啊。你自己看看，哎，听我说。嗯，好。建民，刚才在吃晚饭的时候，陈总说要送咱们一笔钱，说这样才能表示他的心意。你看这，陈总，你这是10万元人民币支票啊？是。我来说，这我不是说大话啊，这个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这钱我真的不能收，你收起来。当然了，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啊，这只是表达了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一点谢意，这在国外也是常见的事嘛啊。心意我领了，可这钱我不能收，再说医院业务明文规定，这影响不好。是啊，他是劳模，又是业务骨干。这样吧，我分别开2张各5万元的旅行支票，以康太太的名义给你们存进信用卡。我跟你说，陈总，今天这钱无论如何不能收，是吧？建民，我看陈总的为人还是很诚恳的。不是，你说呢？叫什么呢？哎，陈总，我倒是有个建议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我们医院这个 CRT 项目正好缺少一笔资金，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就把这钱投到医院里。这样从我个人和我们医院都会非常非常的感。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哎，康太太说的有道理，这是两回事。是啊，我至于 CRT 项目，我可以向集团董事会拿出一个方案来啊，请公司进行研究。但是呢，作为我感谢你们个人，这是我作为病人的权利啊，任何人无权干涉。说白了，我送给你们钱也是为了治我的腿呀、啊，啊，啊是啊，可是，如果康大夫实在为难的话，我只好放弃手术，明天就回新加坡了。别介，陈总，建民。康大夫，请理解我的心情。陈总，这手术还是要做的，要不这样好不好？我负责推荐一位比我更好的医生来为你主刀。怎么样，康大夫，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好朋友，我是选定你做了啊，康太太你说呢？啊，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妙极了。看看看、啊、来咱们来做游戏，来做游戏，来什么游戏？你坐前头。好，你啊闭上眼睛 啊, 啊就这么随便翻这个汽车画册啊，这里面呢有奔驰、宝马、凌志，也有标致、夏利、大巴、啊、你就这么随便翻，嗯，我喊停，你翻到哪个牌子的汽车我就买这个车送给你，怎么样？哎，这事我听明白了，你送给他实际就送给我，这绝对不行啊，跟你说真的不行。行，你们这里的事情啊，其实啊他知你知我知，我们不说谁知道？哎呀，不行吧，就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康太太最近海外来的亲戚，几十年没见了，买个车做见面礼，这不是很正常吗？有意思，有意思。哎呀，就是我们家祖坟上没长这根草，你看看。那你不会说这是失散了多年的表哥？表哥，大表哥回来了。哎，这倒也是有过这样的事儿啊。哎，建明，你们用那个小张，他不就这样吗？哎、是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啊, 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编瞎话。建明，不是做个游戏玩玩吗？那做游戏。哎，陈总，那万一我要是翻出一个卡迪拉克，怎么办？那就祝贺我的表妹中了六合大彩呀、啊！其实买个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的儿子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我奖励他一部法拉利跑车。是啊，那不是您儿子？来来来来来，咱们做游戏啊，做游戏。哎，对了，咱们讲好啊，如果你翻的是天津大发，那可是你自己的事情啊。陈总，啊，我还是这句话，玩笑归玩笑，千万别来真的。做游戏吧。就要新奇刺激啊！张太太，嗯，闭上眼睛。好，那就试试我的手气。预备，开始。哎，陈磊啊，停！啊，桑塔纳，上海桑塔纳。祝贺你啊，表妹！谢谢，表哥，我的手机不错吗？桑塔纳，一言为定。谢谢。你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呀？老太说好了是游戏吗？这明天见。陈总，我送你。明天见啊！建明，送送陈总啊。老太婆，慢走。慢走啊。喂，哪位？喂，是康大夫吗？哟，是海运吧？啊，是我。哟，你好，娘娘。你好。在哪儿呢？我在机场大厅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你不是说好来接我的吗？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抱歉啊，今天晚上临时有个报告会，回来晚了。到了家里又来了一位客人，说是明天做手术，所以刚刚送走。病人刚走啊？男的还是女的？男的，50多岁了，可不是你那样的青春小姐。哎，海燕，哎，怎么样？你的颈椎活动的啊？完全是按照你的康复方案，换了个人工关节以后啊，活动起来好多了。是吗？这不，我听你的话，到北京做全面复查。太好了，康大夫。嗯，你好吗？好，就等着见你了。那你不来机场接我？哎呀，对不起，这个临时决定，实在没有办法通知你，得让你白等了啊。哎，海月。哎，你到门口看看还有没有民航班车，要没有的话，你就打辆的，直接去你住的招待所。哎，明天中午我做完了手术，咱们医院见，好不好？哎，那可说定了。你放心吧。啊，对了。你寄来的 X 光片和检查报告我都收到了，怎么样？从检查结果来看没有病变的迹象。真的？太好了。这下你可以睡个好觉了啊。不过人家都一年多没见着你了，很想你。你呢？是啊，我也时常想起你。嗯啊，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你，让我从杭州给你带来了好多土特产。哎，有杭州的小胡桃、嘉兴粽子、香妃子，还有好多好多。哎呀呀，干嘛这么客气呢？
呢，咱们是谁跟谁啊？好了，为了避免情绪激动，今天晚上注意休息，睡个好觉。哎，明天见。那要是人家想你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睡不着，那就作诗。哟，这么晚了，和谁在电话里作诗啊？啊，小林。小林，哪个小林？就是浙江海宁的那个病人林海韵。哦，就是那个女大学生，经常给你写信的那个。去年不是见过面？喂，喂，我是不是你爱人回来了？啊。那我明天下午1:30骨科办公室见，再见。我看你对这个姑娘特别热心嘛，都超过了对正常病人的关心了啊。您这话说的，她是我第78个跟踪病人，她得的这个病呢，危及到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安全。行了行了，别用那套医学名称糊弄我，我拿拖鞋。那你怎么不说你跟他写信越来越长，信还写得越来越勤了呢？啊，那哪封信没给你看？那谁知道啊？怎么着？你是怀疑我对你不忠啊，还是什么？行了，北京烤鸭还有吃腻的时候呢。现在的男人有个情人小蜜的，一点都不稀奇。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咱俩要真有这一天呢，就拜拜。越说越难听，我跟你讲啊，他患的这个病是颈椎移位。你说20来岁就得了这种病，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作为医生，给他以正常的心理安慰，这也是太正常不过了吧。哎，就像当初你有病来找我，我不也是？对，后来我们就成了夫妻。行了行了行了，我也累了，铺床去吧。哎，我说啊，你今儿晚上可真是少到家了啊。我怎么？人家陈总要送咱们1辆桑塔纳，你干嘛往外推啊？不过挺尴尬的。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会做人。我再会不会做人，我也不能让人戳我脊梁骨，说是做一个普通手术收1辆桑塔纳，我可做不到。那你不会不声张吗？再说了，人家陈总又是自愿送的，谁眼馋谁打着灯笼自个找去呗。没有胡同横的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行了，咱不谈这事，我就给你开热气。不要，我自己弄。哎，回来。我还没说完呢，还说，我说你一个小小的骨科医生，你往自己头上套什么紧箍咒啊？那些大款人怎么起家的？那些当官的又是怎么往自己兜里捞钱的？我看你这人啊，有病。我有病。况且了，人家陈总送没送咱们桑塔纳还没准呢，咱不会先支应着吗？要送了呢，那不要白不要；要没送，他又不是欠咱们一个重重的人情吗？行了，你这一天到晚嘚啵嘚啵嘚啵的，有完没完呢？发什么邪火啊？是，这就伤你自尊心了。我还没告诉你，你就是当上了京都第一刀，你照样喝不起那 XO 人头马。我不喝，行了吧？我就纳闷，你这个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那怎么居然是一辈子吃炸酱面的命？够了，吃炸酱面我认了。做人你不能一点骨气都没有。哼，都穷酸成这样了，还讲骨气呢？你想过这个家吗？你老婆就差没让三陪了。有本事你出来。你说我给陈先生做手术，这本来是医生分内的工作，可他偏偏要以感谢的名义送我1辆桑塔纳，你说我到底是拒绝还是接受？这会不会被举报啊？你真要是接受了，我这心里边啊，就被重重的划上一道缺口。你说也是呢，你干嘛送我桑塔纳？你随便的象征性的表示表示啊，或者是请我吃顿饭什么的，我完全可以接受。算了，还是拒绝的好，这样晚上我还能睡个踏实觉。可是还得做个老婆工作，怎么办？对，放一段音乐。放一段以前我们经常喜欢听的《花儿与少年》。
壮壮，我跟你说事儿，说一件很重要。别闹，转过来嘛。哎呀，别闹了，人家困了要睡觉。是。又把后背冲着我，告诉你半年了。也是放着这首曲子，他躺在床上是那么的纯真，那么的美。你是花儿，你是少女，多美的腿啊！你有这双腿创造了多少令人迷醉的艺术。你抱着我，拿我有力的手背，是你这双手为人间解除了多少痛苦。一双腿，一双手，创造了艺术，创造了生命，多么完美的结合啊！就像我们的爱情。花儿与少年，不小心踝骨骨折了，急救车把你送到医院里，正赶上我值夜班。你当时哭红了眼睛，急切地问我：“丹妮，我还能不能跳舞？”你说能，我还会让你当上舞蹈皇后的。是你精湛的技术，让我重新登上了舞台。从此以后，我们心心相印。我对你说，我要用我的医术来保护你的艺术。我说，我要用艺术来充实我们的生活。淑红，我将一辈子给你带来幸福。见你，大吉大利。叫我怎么做人，让人穿着金链骨帽，穷酸还讲骨气，一辈子吃炸酱面的你，过了还不老化。方考纳，让人穿着金链骨帽，一辈子吃炸酱面的你，过了还不老化。让人穿着金链骨帽，炸酱面的你，让人穿着金链骨帽。别说了，别说了。我为陈先生取出了弹片，打上了石膏板，手术做得相当成功，又给他找了一间单人病房。我妻子坚持要留在病房里，说是照顾。林海韵呢，经过全面的复查和重点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但还不能排除隐患。那天他请我去瓦西姆吃了西餐，之后坚持要到我家里来看他。大夫，哎，海韵，哎，我看你的精神好多了。是吗？那还不是因为有了你，我生命之船的老船长。喝茶还是饮料？啊，茶，龙井茶。对不起，白天太忙了，没时间料理家务，让你见笑。
谢谢。哎，来。哎，烫。哦，没关系。怎么，康大夫，季老师不在家？他去医院照顾病人。康大夫。哎。季老师这张照片拍得真漂亮。啊，那是他跳《花儿与少年》的剧照。说心里话，我真的很羡慕季老师，他有你这样一位好丈夫。真的？因为你有事业心，待人又诚恳，尤其是你保持了年轻人才有的那种朝气和风度，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男人。你是不是太过奖了？哎，我可以用这把梳子吗？太可以了，用吧。我突然想起一首莎士比亚的诗，你想听吗？想听。芳龄二十甜蜜蜜，快来吻我莫迟疑。青春时光难长久，一旦逝去空悲伤。有意思吗？非常有意思。你想什么呢？啊？哦，我没想什么。哦，我在想，你的确很美，有一种纯真的美，真的。谢谢。经过那场大病，我终于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了。现在我必须要珍惜活着的每分每秒。对。康大夫。你是不是经常站在这里看你的妻子梳头？啊，是的，啊，不过这几年我已经没有这个闲情逸致了。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问吧。你和你的妻子在一起，经常做爱吗？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呢？你是不是因为我不该问这个问题？啊，不不不，你能问这个问题，说明社会文明进步了。要什么？当初啊。我妈和我爸在公园里谈恋爱，他们呢连亲嘴都不敢，你猜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多亲嘴就会生小孩。所以医院现在办起了婚前咨询。阿月，我非常喜欢你的床了。真的？你真的喜欢？真的。那你就让我做你的妹妹行吗？妹妹。啊，因为我没有哥哥。你既然是我的好大夫，也应该是我的好哥哥，行吗？我看行，因为我这会儿也没有妹妹啊。那我可叫你哥哥了，哥哥。我还给你带来了一样你猜不到的礼物。什么礼物啊？你猜猜嘛。那好像我妻子。啊，请问是康大夫家吗？是啊，你们康大夫，我找的就是您，您给我做过手术，您忘了？对不起，你们叫？我叫白雪公主。我叫白发王子。什么好听的名字？我们是一对跳现代舞的演员。他是我的男朋友。康大夫，上星期三是您给我做的手术，您怎么忘了呢？我们是来感谢您的。是的。上星期三我一直都在拉赞助。康大夫，腿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讲等于是第二生命。您治好了我的腿，让我重新登上了舞台。我和白马王子商量怎么样来感谢您。是的。我说貌不如送的这个红包。这里面有一点点钱可以由您自己支配，于是我们就达成了一致，请您屈尊收下这份薄礼。不不不，这钱我不能收，因为我没有给你做手术，你一定是走错门了，对不起。康大夫，真的，那打搅您了。我亲爱的公主，看来并不是你想的那样，金钱可以使人们彼此接近。我心中的王子，这也许是我遇到的唯一例外。你猜到了吗？但是我不能收这红包。你怎么了？对不起，海云。我不希望你感谢我什么，我只希望你永远健康活泼，永远像今天这样精神焕发。我亲爱的，
看夜色多么温柔，我看到对对情侣正在翩翩起舞。让我们加快轻盈的脚步，纯洁的爱情比新鲜的空气还珍贵。你等着。你看，这是一部我用全部生命体验写成的诗集。真的？嗯，是我爸爸拿出3元钱给我印刷的。你爸爸？啊，真了不起啊！我要用这些稚嫩的诗篇献给一位我所挚爱的人，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不不，我不过是见了一个医生的儿子，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赞誉。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一年前我就想投入大海的怀抱，了却自己的一生，是你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你说过，人只要活一天，就要发出一天的光彩，而且圣经上还说，自杀的人是要下地狱的，你说对吗？对。所以我就想，既然我那么富于幻想，又喜欢写诗，那我何不把每天的感受变成诗句呢？即使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能把心留给人世间，留给你。我常常做梦，在梦里除了听到海浪的声音，就是你的音容笑貌。我还梦到有一天你来到了海宁，和我一起观潮，听我念诗。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我给它起名叫海边的百合花，好听吗？谢谢，太谢谢了。怎么不想听我给你念一首吗？哦不，今天你太兴奋了，我要注意休息。我不累。听话。那好，我靠在床上给你念。好吧，你靠在这儿，坐我旁边。大海，它用海贝的颜色涂染，为思念椒盐，它把海滩的边缘走遍。当海浪涌过它的全身，它奉献了所有的鲜艳，为的是哪怕在睡梦里让你记住合欢的海边，好吗？哎呀，太好了！还因为我这个人不会写诗啊，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诗情。你真能感受到？真的。给。听着，突然产生一种预感，我追问爸爸是不是北京的医院寄来了冰冰的结果，爸爸不肯说，我就紧紧地抱住爸爸，我说，爸爸，我不要再金银首饰，我想活，我想活下去啊。活着的勇气，你给我戴上这对金耳环好吗？好。哎呀，可是我不会戴。Thank you.
更纯洁了。好哥哥，帮助我，帮助我。你是圣人，你是花儿，我要你永远不离开我。我会永远给你带来幸福。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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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我。我是少女，我是海边的百合花，我是花儿，我是少女，我是海边的百合花，我是花儿，我是少女，我是海边的百合花。说你，你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情感？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一直都在追寻一段纯粹的感情。可是，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可是你敢，你敢吗？韩云，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现在心里非常非常的乱。妻子回来了，我听见了他的脚步声。他这，啊，你回来了，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病人金淑红，这是我的妻子林海玉。去年我们见过面。啊，你见过面？去年不是见过面。季老师你好，早知道林小姐来家里做客，我应该早点回来好好招待招待。不。刚才我是和康大夫拿了会诊报告路过这里，我林小姐比去年更年轻，也更动人了。啊，她经过全面复查，病情基本稳定。潘建林，我到处找你，你却在这儿。你知道陈总出了什么事吗？陈总，他要自杀。陈先生自杀？他手术以后疼得受不了了，趁我去拿药的时候就解开绷带，把自己绑在暖气管子上。不是让你，亏得我回来制止了他。现
现在他正嚷嚷着要解开石膏板呢。我跟你讲，这石膏板千万不能拆，要拆了就前功尽弃了。你好什么好？你撒手不管了，却跑到家里来，谁知道跑到家里干什么？季老师，对不起，是我的事耽误了康大夫，我该告辞了。林小姐，每家都有每家的事情，对不起了。康大夫，你快去医院吧。我，再见。再见。康建林，我不喜欢我的屋里有别的女人味儿。这是什么？谁的金耳环？嗯，不，这，谁想到，一个金耳环却招出了大祸。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扪心自问，我的确对林海韵产生过好感。甚至说是感情，作为我来说，这不大不小的也算出了一次格。陈先生那边呢，把我赶到了医院，算是把拆石膏板的事给制止。可是我妻子说，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提出要把陈先生接到家里来住，说是便于照顾。你觉得我能说是什么呢？于是把卧室让给了陈先生，我和我妻子在客厅过道里搭起了临时床。就在这天晚上，我做手术回来晚了。来，慢点，安心啊。哎，好，慢点，慢点，慢一点儿，很好。对，对，对，就这样，每天都要坚持运动，可不许偷懒儿。来，你自己走一走试试看。我试试，当心点啊，慢点，慢点，很好，小心，太棒了，很好，太好了。哎，陈总，休息休息吧。好，谢谢。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陈太太交代啊？他那实在忍受不住了。人呐，都有懦弱的时候。树红，你真的比我太太体贴。我这是心里话。人家陈太太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的，肯定比我有修养。其实啊，我们的婚姻并不和谐，创业的时候一块吃了不少苦，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什么都有，可是感情，这种情感的交流越来越少了。我太太整天沉迷在麻将桌上，我呢又忙在外面做生意，一家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可吃完了年夜饭，又做个人忙个人的事情，
可能是物质世界太富裕了，感情世界反倒贫穷啊。陈总，你也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那些发达国家都有这个情况。人呐，寂寞就一定会寻找补充和刺激，否则会憋死的。寂寞比贫穷更可怕呀。寂寞比贫穷更可怕。不瞒你说，我这条腿上的伤就是我太太和一个男人私通以后双方发生了火并才。陈总，是这样啊。来，快躺下吧。你按摩的真舒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我想起来了，刚才我的助手来了，他送给我一样东西，我是有意不让你看见，好让你多一份惊喜。你猜是什么？淑红，嗯，你看这是什么？这钥匙。桑塔纳。桑塔纳？真的？我说话是算数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部车的主人了。这是一辆紫红色的轿车，高兴吗？高兴，高兴，我太高兴了。来，坐下。啊，过几天我就开着桑塔纳送你到医院去检查腿，再开着桑塔纳到三环路上兜风，再开着桑塔纳我们就一起去吃海鲜。太棒了，紫红色的桑塔纳。舒服吗？啊，听说紫红色是最性感的颜色，是情人的颜色。我最喜欢紫红色。淑红，你需要什么尽管说，我会满足你的。我的特别助理。你们公司 CRT。我想我们应该喝酒庆贺一下啊。啊，对，来。哎哎，不过我可得说好了，你可不许多喝，这可是你手术以后的第一次开镜。嗯，第一次开镜。